出面落住雨。嗱，我都想带大家睇下朗屏八号嘅上车盘，因为呢个上车盘无惧风雨都一样可以睇到啊。咁而家我哋就上楼睇睇啦。呢度系屋苑乐园嘅其中一部分，有小朋友嘅游乐设施。前面对住呢个位置咧，就是大堂入口啦。入到嚟大堂，而家咧就搭 lift 上楼啦。咁我而家咧就入到嚟单位里边啦。咁呢个单位咧就位于朗屏八号五座嘅中层 E 单位，实用面积371尺，系一个一房单位嚟嘅。咁佢好受上车客欢迎，因为佢近铁路啦，面积又够，银码又细。如果系新婚夫妇嚟讲咧，就绝对系一个小天地啦。咁而家咧我就带大家睇下呢个单位有啲咩特色咯。由大门位置一望入嚟就是长方形的客饭厅，门口的左手边就是开放式厨房，而厨房前面就有足够的位置可以摆餐台啦。经过了个客厅，而家行出露台望下个景，这个景观就向西南面，对住山背河。咁望翻朗屏西铁站，而家行翻入间屋，望埋间房，见到客厅左手边嘅位置有一大幅嘅墙，咁其实好方便可以摆放翻啲家私组合。而睡房嘅右手边就系露台位置啦，左手边就系洗手间。喺房门前面咧就预留咗个空间，可以摆放衣柜。而床咧就可以摆近窗呢边啦。由房嘅工作平台行出去，个景观大致上都同厅嗰个都一样。呢度就会望多少少朗屏村嘅位置。而家行翻入屋，睇埋个洗手间。而洗手间咧就系陶瓷式设计，房门后面就系洗手间位置啦。右手边就系淋浴位。咁头先就同大家睇完个单位咯。咁如果大家都想嚟亲身睇下嘅话，可以打电话俾我预约翻时间，又或者有咩问题可以随时 WhatsApp 俾我。下次再有新盘再同大家介绍，拜拜。